钟声，方程式是敲钟声，生命电池一大慈大悲心。接下来请收看慈悲心法语。菩萨的悲心。一，佛在无尽慧经说：舍利弗，为什么菩萨的悲心没有穷尽？舍利弗，因为这个悲心是承办大乘的前导，就像呼吸是人类的命根一样。只要是人还活着，就会有呼吸，而菩萨若还活着，就会有悲心。一切修行的重点：一，释迦牟尼佛过去行菩萨道时种种时机，无不是出于悲心。例如玩眼识人，割肉为鹰，舍身为虎，救人遭恶。世尊过去生这么多救度众生的时机，无非是要告诉佛教徒一切修行的重点，一定要培养悲心。学做菩萨唯有一法。一，正摄法经说，菩萨
不需要学习很多法门，菩萨只要善持一法，一切佛法就尽在其中。二，什么是一法？大悲心。由于大悲心，菩萨手中自然流出所有佛法。大悲心就像转轮王的轮宝，轮宝走到哪里，军队就护持哪里。大悲心所到之处，一切佛法随之前往。三，大悲心又像命根，命根存在，诸根才能继续存在。命根不存在，诸根通通失去依靠，失去作用。具备这个大悲心，才有菩萨各种学处。一心二念。一，观察到自己的痛苦，而升起断除自身痛苦的意愿时，这是处理心。观察到众生的痛苦，而升起解除他人痛苦的意愿时，这便是悲心。有了出离心，就可能升起悲心，有了悲心，则一定有出离心。悲心的功课。一，若不遏止烦恼情绪，会导致我们受苦。如果
看到他人因陷入烦恼的控制而行为鲁莽时，我们要以悲心与宽恕来包容对方。如果以嗔恨来回报他们对我们的伤害，这完全不应该，也不是修慈心者所应为。悲心之路怎么走？一，当你的心总是想着别人，即使踏入地狱之路，去救一位受苦众生，也觉得悠游自在。如果不是利他的事，就算登往天堂之梯，也会觉得像地狱般痛苦难耐。真正的菩萨誓愿止息一切众生烦恼，完全放下自我，而从不担心自己的遭遇。悲心成长术。一，悲信于佛广大果，出游种子常如水，常时受用若成熟，故我先赞大悲心。